翠秋美女走错家门，居然在我家洗澡。她洗完了，正好酒也醒了，你俩收拾收拾走吧。外面都下雪了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，好呀，下雪了，咱们在家吃火锅呗。我也想吃了。我请客，就当对你补偿了。那你要请客，那咱走吧，咱走，咱走吧。那来吧。啊？我刚洗澡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你家有电磁炉。咱出去吃多麻烦呀，在家吃呗。你们吃啥、啊、你买吧啊。好。然后你俩吃完事把这个桌子到时候给我收拾了。好嘞。哎，不用买了。他家什么都有，他家有肉，还有菜。这个就没有啊、哦、连调料都有。不是你请客吗？多吃点韭菜。多吃点肉。不是我。吃啊。嗯。吃，他把筷子插碗外边吃啊。我吃饱了，我去洗个澡。那个我也吃差不多了，一会儿你收拾了啊。嗯，大家一起收拾呗。我收拾吧，吃你这么多东西怪不好意思的。你还算个人哈。他让你给拿件衣服。哎，我帮你送吧。啊，行，那你给他送进去吧。嗯。Better Sunday, better Sunday, better Sunday.